弄一个愿望。阮这阵人的愿望，就是会当来保存故乡的文化，所以阮来做这件代志。那在这边呢，要做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真的很感谢我们所有老师傅他们的帮忙，因为有到阮讲，因为到阮教，我们才有机会来创新，来写的这样一出的舞台剧。所以在这边呢，仅代表我们主办单位大甲爱乐室内乐团跟所有大甲53庄的老师傅们，深深一鞠躬。师傅，谢谢你们。对，谢谢你们。那在这边要特别的感谢是我们蔡区长，对，一直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想非常非常的支持。然后要感谢是我们的严清府主委，对，他也是教了我们很多武术，他是我们的武术指导，不是随便演的哦，是还要来上武术的课哦，还要来看一下老师傅跟老师傅们一下对手一下。那在这边，我帮你听到。期待什么？期待着故乡的歌声会当来响起。故乡的歌声一声声叫着阮，大声来唱出咱故乡的名。咱大甲53庄，它不是只指大甲哦，你包含了是个到后里、到外埔、到大安，所以这首歌不是干要送给大甲啦，但是要送给大甲53庄周围好朋友。那今天，要特别的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因为你们来了，这出戏才有可以被欣赏，所以你们也负责了传承的一部分，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一个人来传承力量不够，这么多人一起来，我相信会比较温暖的。那在活动的开始，我要邀请我们的区长。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区长来帮我们致辞一下。各位乡亲、大朋友、小朋友，咱的师傅，咱的在座，咱的里长，咱53庄，咱的首任，咱的主委、原主委，咱的林主委，咱代表体育会，咱的些总干事。代表无言的咱卓一芳主任，个咱53庄所有咱的师傅啦吼，咱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我们感谢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盛会的每一位乡亲好朋友，是不是为我们自己鼓掌拍拍手不好？感谢大家。对地方文化的关心与重视，那么在这里更要感谢我们大甲爱乐室内爱乐团的我们郑老师因为郑老师的这种用心我们今天晚上才有这个机缘在这里了解我们53庄这个传承。那么这在座也有我们的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张庆忠老师、李成清老师，那么在这里心中要代表我们的乡亲感谢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心中特别要感谢我们郑老师，因为伊在看咱这老师傅的表演，所以一定会感受到这首歌曲。诶，歌词拢是伊家己伊感受到诶，所以家己写出来。咱大有感动无？咱若感动，我拍一个鼓了，会感谢我们郑老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品尝、品味他这一出戏，真的他的精心的创作。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都是我们大甲。文化传承的一个种子，希望我们大甲是文化造镇。那么大甲因为大家这么重视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么让我们大甲的名声能够宣传出去，成为国际性的一个大甲观光小镇、文化小镇。感谢大家晚上的参与。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永远成长快乐，谢谢。因为大家53针的歌声特别来响起。师母，师母，我看你功夫根本就
忘了，我想不行呢、啊。你真皮哦，看我把你打死！你把时间重点啊，重点。少龙勇，你不要烦呐、啊，大家都想听师兄说。小娟、哎，师兄，你这次去外面交流之后有什么感想啊？哎、有没有艳遇啊？哦，你不要吵啦，先听师兄说。我这段出去哦，我感觉咱的武馆一定要改变。干什么啊？变心啦？不是啦，我这段出去哦，识识到这些武馆，今仔大家拢拄着相同款的问题。什么？有人踢馆？踢馆会啦？是真啊哦，咱台湾赛已经无这么受欢迎啊。那有可能？神明出巡，还有公司开张，还有祈福驱邪，都需要我们哎。人民真爱吼，比较起来，较介意广东西。广东西，无唔对，广东西，咱伊个西头、西身，还佮西脚，拢加较水。现在看到伊个官，比较夸张。而且要加你彩妆、打针。最重要是，咱要加开资源之后，加到气派，靠破头。哦，原来如此啊！神秘米家原来如此啊！哎、欸，来来来，最近啊，我们不是发现财富怪怪的？对哦，最近啊，财富自己在房间里面自言自语，不知道在比划什么东西。对，而且还在房间里面呢、啊。不知道在想什么哎、欸！昨天呢、啊，我就看他拿一个石头，看了一整天哎、欸，不知道在想什么。哦，敢讲师傅已经知影广东西的代志啊？无唔对，广东西就来到咱大家，所以我要好好研究这个对手。师傅跟师兄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太好了，师傅，你感觉咱台湾西爱做啥改变无？变，我告讲要变。你研究广东西研究这么久，唔就想要来改良咱台湾西吗？是有啥物好改良？咱台湾西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嘞！啊，敢讲你感觉咱前人做得无够好吗？是啦，师傅。啊，无你搁看下久，莫有白讲话啦。台湾西虽然较朴实，啊，不过那有咱的步数。那西区确实是真功夫啊！人讲慢西半门多，快西是无步数。内行看知影。台湾赛好啊，真好改啊！师傅啊，好啊，卖再讲，你吼、哦，唔单注意一撮，就袂去做一个传落来物件，知无？可以，师傅。好啦，师傅。师傅，不要紧啦，我去看一下就好啊。小娟，我这撮出去吼、哦，有炸弹都要好送给你啊。哎，师傅。多谢你啦，啊，不过等你跟他讲吼。哦。我先去看师傅的。师兄。啊，我你尴尬。不要给师傅知道不就好了？哦，你说的、啊。我说的。多谢大家，为了咱台湾西的将来，也搁咱武馆的未来，咱就到底来试看卖啊！啊，行行。哦，好，过来，哈！
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明仔，我叫你一支活动啊！咱到底来试看卖啊？志祥，我相信你。志祥。叔兄，明仔我就不爱去啦。我今仔师傅会发现。啊！你不说我不说，师傅不会知道啦。小娟。好啦，既然安尼，我就莫甲你勉强啦。小娟，我暂停师兄了，我要去。去什么啦？我们去准备明天出师的东西哦、喔。啊，我不要啦，你自己去啦，我要跟师兄。走啦，三八虎。哦，你很奇怪耶。师傅，你等等啦，你讲，你出在什么师？什么师哈、啊？真是我改良的台湾师。你是要给我气死你哈？行道啊未？就是要飞哦！咱讲几个拜，台湾赛有台湾赛的传统，轮到你来改嘛？可是江南赛都要把咱台湾赛是弄手了啊！你当然改了。你是在讲什么生理哈？咱做这是为着传承，传承。饭拢食袂饱，讲什么传承？你师傅。你呀，那个呀，我来陪对嘛。小娟，你妈，你卖个狗啊！好了，小娟，滚！师傅，快些啊，放下！不，他来夹了，他来夹了。师傅，你无要紧吧？无要紧啦。无，好啦，伊讲要改良，安怎改良？讲来听看卖啊。好，我感觉。咱台湾师的师头、师心，拢爱做一个改良，爱改较水的，上好加找一挂人来人师，安尼地位才会大，才会水。水，买水哦！你穿裙，你跳舞啦，加找一挂来人师。哎、欸，我问你，这师的表演，倒一项唔免共定，你凊彩找人来，要搞我古怪招牌，等到涂骹人等。阿哥，我问你，你出师进前有先真心无？大概出庭都爱是洗身、加衫、加脚、剃鞋，师傅你足麻烦的呢。问你有无啦？无。你这就是白做啦！白做，师傅，我只想要甲台湾师推广出去，咱若无改良，大家会看到咱台湾师啦。动作我无安尼想呢。阿唔过，这种代志袂当急的嘛，洗塔无好，啥物都免讲啊。师傅，你卖只高饭好无？你讲啥？你会记的无？你妈妈甲你送来我食的时阵讲过啥？哎，我好好甲你讲。嘿啦，大汉啊啦，即马嫁袂当啊。我对不起你妈妈，你嘛对不起你妈妈。小娟，你吧。是。小薇老师，小薇老师。数量有多用力
做美食安尼。爸，我是应该安怎做？妈妈。小心哦，小心。
在乎，在乎。师傅是一个顾一个人啊，我。你要改良会使，啊，不过千万唔通无本。是。啊，搁有啊，你要出赛进前，爱先经过我一关。传统做好了以外，其他的你要创新，你的创意嘛要有够才会使，知无？知。那呢？咱哪会当甲师兄斗相共哦？训练就好就会使啦。好。师兄啊，怎样？啊，师父出了个难题，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没有看到老五的彩条？训练就好，才会使啦。啊？你敢不知？人使好歹，全看功夫底套，知无？功夫若练有知，使才有可能人会好。所以，咱练到才会使来讲创新的代志。啊！你越来越像师傅啊！哦，先把拳练好再说啦。反正阿嘎。啊。苏亚。你对于创新这件代志有啥物想法的？哦，我是有想法啦。不过，我感觉出庭进前的仪式，咱赶快袂使袂过，爱先来静心，行。行。哦。那阿伯呢？在那里。喂。